幸运开牌里面抽到了真鬼神桃花，目前是第一站。好啊，你要吃什么？那个薯饼好了，两个薯饼谢谢。好的。你不要吗？啊？不要。不要。终于玩到了真鬼神。结果第二关就倒了。哦，彩虹。又是按这个，这个也我觉得不好遇到。杀爆他！还开大支的嘞。真乙女 bonus 确定。对啊，开大支是什么？还有那个，如果在这时候出猛，就会直接进动作。出猛就进这个。那个好像很难哦。就即将按，即将按。帅帅帅！赢回来还倒赢，太神奇了！真鬼神就是打架八十大部分。嗯，可是我之前都是你说一关打。上次那个斧哥肉蛮多的，他是中音，然后变真鬼神。我昨天那个。把那个甲贺半进那个半那个进那个什么模式啊？半模式啊？对，半模式80趟过关嘛，一关就结束了。吐血！没按到，突然有人传讯息给我，没看到，这个蛮正的。他没按到，没按到。我知道啊，刚好有人传东西给我，没看到。对啊，还可以在那边换歌啊。还戏称那个十多届的 KTV。对，我蛮爱玩这一台的。你说一边打这台一边唱歌？有，我是听歌而已。打这台顺便唱歌。那、你这样骰宝是赢多少？两千。天啊，我跟你说啦，我每天固定获利就好了。这样比较好。对啊，我是这个输才去拼那个凹回来。获利就好了，不要重伤。不要不要太贪心，会觉醒。一个月就回来了，对不对？慢慢有。然后最近打百家摆的很凶，打得很凶。对啊，吓死！昨天还压40000呢，没过，脱裤，突破他自己的极限。有时候会抓狂，越压越大。哦，这个要按很久。
然后有电话，这么早就打了。最近那个肺炎的事情，对，嘿，对，打牌变少，有吗？觉得还好哎，还是比较少。嗯，可能要别的时段吧。哎，这样我这台状况现在很好哎，有这个真是不错的讯号。因为我等一下还有那么多点，快9000点的那个，那个我没有在看，还可以天下统一。那个点数我没有在看。是哦，因为我那个都不会过，哦，所以我没有在看那个。加减用一下。它基本是说50，第一关50%嘛，啊，第一关是50%过，啊，第二关40%嘛，啊，第三关30%嘛。可是我通常第一关就死了。很长，第一关死就对了。对啊，几乎都是第一关就死了。我好像两次第一关死。啊，其他都有过。都过几次了，都第一关。我也是最多过到第二关而已。我只有一次到真鬼神。结果还给我一关下车。结果我现在莫名其妙就真鬼神了。他开奖的时候有时候会过。他那个几率不知道多少，应该很低哦。很低啊。嗯。开奖的瞬间真鬼神，然后就跟甲贺一样啊。对对对。有时候会突然哎、欸、变真瞳术，抽到金漆。个位数的哦，好扯哦！终于玩到真鬼神，太幸运了。啊？他打那个、啊？在走什么？有啊，有开了、啊，但不怎么样。准备荧幕变暗，冻结。不会。你已经打那什么齐天大圣得到的皇冠，连得来20小土，20，一只三开，三开，其实这一台最好的时候是那个啦，有个乙女区那个会叫，那你这个可以按上下可以决定，啊这个是80，紫色是80嘛。开了，好唱歌而已。前鬼，不要一趴，不要一关就倒了。前鬼就很难打。来个特殊讯号来看一下，它这个牌有特殊抓法，然后至少要红色的哦，有机会再来一次连击，哇，二连击没了，至少要三连击，危险，至少要三连击他才会死，好，真的这一关要倒了，没什么 feel。也没两个人，有白字，准备一关倒，要三连击，快点快点快点，三连击一下，不要闹了。四连击冻结，是哦，干，我有四连击过，就进了优惠奖。哦，怪怪的，啊有，你们要全再次，画面全部满，再次，全部满。有了，干！再来，有了，三次了呢。全员集合哦，绝招，应该过了吧？这次绝招80，乙女 battle 一定过了啦，不用看。杀爆他，二连击，一定是三连击以上。
一定三零九。哎、欸，没有，真的假的？结果还是过，应该是过了。杀爆他！哦，彩虹过了，过了。那80%以上的东西耶，直接讨伐成功。啊，他会变，会不会变大只的？看会不会升格，进去还会升格。对啊，看会不会升格，加油！应该会啊，俊浩不错，应该会升格。没差，我只是希望赶快拍打架的画面。应该会升格。彩货的。开始说进去里面也是会升哦，不是在外面。对啊，我知道，我有升格过。对啊，里面也是会升。啊，在这边也会升哦，在这边也会升哦。反正只要进去都会、升啊，升格、升格了、啊，升于你了，下面的莫名其妙升格。让它自动旋，干旋到这个小妹妹、小屁孩。哎、欸，去哪里叫饮料的？他不是全场的叫饮料。哎、欸，是啊、哦，这么好。投资500枚，就玩到了真鬼神，终于玩到了。因为一直想说要玩到冻结，拍个影片看看，然后也有真鬼神，结果是莫名其妙开牌抽到的。幸运，幸运！帮我擦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你有喝吗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是谁？是
是哦，也是那个啊，群友。嗯。这台最大的讯号是打那个油枪。嗯。我上次有遇到，好像打输吧。对，油枪不一定会进去的。吐血。第一次遇到就打输。就跟蓝龙一样，不一定会赢。哦。他、啊、打赢会干嘛？就一局一连，然后看连几局，跟那个针筒树一样。我、哦、一直加库存这样。基本上有人加了几次。嗯。我大概五次就爆掉。不过之后也是真鬼神，所以也好。哦，那个碗还会再真鬼神啊。第三幕，哦，你的要叫了。哎呀，狗狗跑出来，感觉不错。加油！刚才有狗狗跑出来，那个狗狗也是80%，可是你已经是真鬼神了、啊，真鬼神你是80啊，它有狗狗又是八十，所以没有意义了，就是80。哦，怪怪的，后鬼。过了过了，后鬼，他后鬼是80%过了，那我这样就过了，83/24，240%过了，给我过、哦，过了，他不用看了。这不用看了，这已经过了。如果信号好一点，看会不会直接进优奖。那我希望不要过，这样就帅了。没过，成就达成。讯号来了，好，要过了。一直有讯号。是吗？没过就帅了哦。因为你全部讯号都是抢啊。88、88、88，全部是详讯号，全部是详讯号。然后最后一转，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他会最后了，最后有一个群演打架，他会不会？真的假的？没过、哦，过了，哦、后战了、啊，决战什么屠戮啊？八斗炉，决战打架，是啊、哦，啊，这个也是80啊，这也是88会过的。都是80啊，这一台很好记的。这个过了吧，全部人出来。这个我没有，就八十。这个我没有没过过呢。对啊，这个这个会没过吗？就大呛死哦。而且他还后鬼。啊！又开了。这个过了吧，都唱一些没听过的歌了。怪哥，欸，不会吧，大哥，我全远呢，欸，太帅了，真的没过，吓死，想说要成就达成了，干妈的，在那边假鬼假怪 ，over 斩。没过，这下留言就精彩了。讯号强成这样，然后没过，台词优秀，这个很帅啊，这个灯。
又开大支的，运气不错。哎，怎么又滑下去？看一下哪个比较优。这个身材是不错，但是这个脸我不行。这个蛮正，但是穿这样，哦，你的又亮了。这个好了，这个蛮低胸的。目前应该上看1000没有。我要过招了吧？啊？要过招了吗？完全没有在管他。因为那个很无聊啊，不用管他。三个没有。先喝个饮料，台友请客，超大杯的。落瓜，先把我放上面就好。才可以洗，对不对？对。嗯。啊，这个要进那个底里弄。对，那个我觉得也蛮难进去的。应该要有特殊讯号出来才会进去，狗狗吧，狗狗一直出来。之前进去好像加了三关。我觉得雷电好像都不会马上连，都一阵子才连。他那一台会五转内连呢，五转内会连。嗯。感谢台友小江，请吃早餐又请喝饮料。啊，小江有没有约宇轩来？没有，我说那个人在过招了。宇轩有时候都在这附近，又大只哦。对啊。那就过招了吧。应该吧。那拿那些钱来打牌。要上班的啊？对哦，你要上班。我只是来这边看一下而已。嗯，昨天已经也是狂输。进来我还要补给我上车。哦。
够那个苦精啊，人很少。嗯。我现在去那边也都打百家而已啊，打台都打不下去了。对、啊。打台会输哎、欸，都是天井霸包。五六千换那个一两百枚的，准备要变暗了。好险没有遇到那种一两关就倒了。目前第四关。看会不会过，影片也大概差不多，先拍这样就好。应该蛮无聊的，大家应该也看不下去。没什么特殊的东西呀、鬼！哦，怪怪的哦，我、哦、这绝招、哦，想说怎么觉得怪怪的，杀爆他！乘以三嘛，准备三连击。哦，今天只拍到浅呢、欸。四连击，快点！四连击，我看四连击，四连击就冻结哦。对，好吧。四连击。没有啦，这个要出双连击。又是按这个，好爽啊！这个真的很难遇到啊。大只的吧，对啊，这个就出来大只的。啊，没有猛，好吧，那就真赢你了，真赢你。没有，等下再升级过来。嗯。不知不觉，影片也快来到了半小时啊！终于开欧巴了，小只的鱼女 bonus。赶快按一按，继续再打架。太爽了，都要大只哦。对啊。神运呢？选到那一台。我知道，我都。那个我朋友那一台囤蛮多的。一直疯狂在打。那一台很恐怖，它天井很高。是哦。所以我现在几乎都不打那一台。我是拍影片才打一下。两次落瓜，
今天是捡到钱的。对啊，不错。不过我昨天还没回来，昨天赌进。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又是惊叹号！上看一千枚，真鬼神就是帅啊！又有两个人，机会增加。再一次三连击没有了，准备这一关要倒了。没什么特别的讯号了，那我们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再麻烦多多订阅一下，输了。来个设定一确定，设定一哦，这低色确定，打这个人没有，好了，真的结束了，就是无聊的开始。